大家好，我是陈玉涵，来自中国。今天忙了一天，现在才有时间给大家录视频，来看一下，打声招呼，嗨，耶！来，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个胖子，对，小胖子，他说他明天要过来参加节目，你要他吗？先把名额定喽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我姐姐，嗨，哎，像不像呀？是不是很像？哈，整过之后好像觉得不像了，我姐更漂亮了，是不是？到底谁漂亮？我姐听得心里美滋滋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